你是哪个国家的？法国人。法国人呐。法国人呀。法国人啊。啊？我是兰州人。啊，这个。我给他拿去给你找路了。哦，你光棍去的地方，你拿去去卖钱呗？啊？不是我回事，你忘了拿去。 照日月光 ，OK。 作为一个有高度的，在做好今年的同时，苏格六子。还是我妈妈不中我气。 都是这点小狗，好，要得，要得。我喜欢这个，这是我的梦的家，我想象的家。当然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爸爸妈妈想搬出走，然后你再好。 Thank you.